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烂子段，身在海外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YouTube 频道，多多支持一下哦，谢谢。就这样。耶。快去瞄一下吧。趁他们不注意，赶紧究极快速，究极快速上楼顶，好，很快，贼快，巨快无比。这里好像一个人都看不到了。哎，前面。刚好，左边厕所是不是有人啊？不知道，我从这边左边先绕下去吧。好。前面车有人。可以停了，我觉得。厕所里一颗雷灌进去。最后一个。对。别人都待在厕所里边，万一一颗雷进来。走。我这个人头你拿吧，我已经七个人头了，还好。没事，五杀保住了。好。走你。哎，这个厕所看一下，没脚步，应该最后一个应该是在这边。没得，我就怕他妈捏一个圣宝的雷给我们吃，那他就牛逼了。估计在那个厕所，没地方去了呀，这里。树下也看不到。也没有啊，问题是。哦，他在打电池。不会吧？不知道。有可能。然后等着待会儿搞个机会。哎，这里。还扔雷了，要爆炸！好，还扔的烟雾弹。